陈渊，除非这枚棋子如此重要，闲置岂不可惜？人家可是小天妃，能随随便便为您所用。夜檀公主到，三殿下，眼睛都移不开，你不会看上这人族公主了吧？这血酒是我们陈渊界的滋补上品，夜檀公主，请吗？ 哦，您真是偏心，您介绍了我的两位兄长，唯独落下了美人。哪来的美人啊？别慌，请公主，我会护你周全。公主没事吧？斥候大人还真是大言不惭呢，你以为你这小小的斥候能护有他不成？ 公主小心！为了拉公主下，想出了这番，真是……我让他亲身体验。我的爱人，他又怎么会幸福？你只是为了自保。不如我一人做事也能好，免得再牵连殿下的手。敢作敢当，也是有限度的呀。三弟，你先去长风宫里。长风窟是无间之地，不论话里话当。 让人怀疑他竟为了你孤身独闯长风窟，还请殿下宽衣。宽衣，三殿下如今受了伤，还需及时用药啊！这清葵公主越发让本侯心动。殿下，刘星雨，公主慢点。好美啊！担心叶锦在，也比不过公主的芙蓉之姿。 可冻着公主呢，是我不好。你往里面一点吧，外面呢？你的清明要紧。公主，陈渊界原本出此危机四伏，是你让这无间之地有了希望。我知道你留在陈渊界是权宜之计，我也知道你是神族天妃，可我就是爱上了你。 不知你可否给我这个机会？我的心意，你可是明白。我喜欢你啊！大殿下，我心里已经有人了。